叫做 solution， solution to solve Fleming、uh-huh。那我相信可能我世界第一个人呢想了很多 solution， 因为我二十年呢做生意就是做这个 recording technology、uh-huh。那我知道有很多人还有我啊，我喜欢这样拍那样拍嘛。是。但因为这个 camera 现在变成这么小，是一个专业一个 professional camcorder，、uh-huh。变成这么小，那你看现在谈生意啊，谈生意啊、假如一般人啊，你就黏比较远一点。那假如你黏在上面呢更好。它可以开多远？这个假如电那个电池充满了两个小时二十分钟。两个小时，二十分钟。那假如外接我的 battery 啊，可以拍到十二个小时，啊，那就是可以拍半天啊。我们做生意或者去运动啊，去外面啊，都是可能好多个小时啊。啊，不可能，二十四小时，一定要休息。那你看，就是怎么样的，以前不能够拍啊，现在啊，我有全部的 solution。那没有想到老人家，你呢？小孩子怎么拍，就是要很快、啊、那就是那我还有一只、啊、可以拉长的、啊、那上面一个细体啊，你只要粘在那边啊，那你就粘在那个 camera 就是像一只这样啊下面啊、那假如你粘在 corner 不是拍得更清楚了、就是好像要拍每个人啊，假如静静就是你跟我就可以放在 table 啊，对对对、那还有一个东西我给你看啊，你看了，但你呢？我有包括这个东西，就是 neck strap or hand strap，、好像给人家威胁，或者你觉得什么好像危险呢、啊？有危险呢、啊？这东西放在你的口袋啊，我有那个 strap 嘛，你要拉出来就很快，或者放在你的包里面，你的包啊。那你不必看，你按一次就会震动了，按第二次你就知道拍。假如那个混蛋或者什么坏人啊，你去报警，太严重，你去报警或者去法庭都是要证据的啊。